新兵进击曲，欢乐向前冲。是有任务，今天有任务，新兵姐来了。今天真的这个任务很重要，而且呢，在我们新兵进行曲完全没有看过，没错。介绍这个团体真的很特别，因为她是台湾第一女子天团，还拥有你从未见过的水晶提琴。而且呢，一出场保证光彩夺目，好，你也把酒闹掉。马上来，让我们欢迎美女电提琴家。我们是美女电提琴家庭，我们喜欢表演，我们也喜欢拉琴，所以组了一个 V Band。我是团长 Conny， 我是第二小提琴彤彤，我是中提琴吉儿，我是大提琴 B B。哦，来问一下，是哇，它这个真的很漂亮。开玩笑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发亮？对呀，这是特别定制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很贵吗？很贵吗？这个国内定制的吗？国外，国外，你是几亿爱国班哦？国外啦，国外定制，你像一个小提琴要大概这样五万哦，不止不止，这绝对不是无法提供价钱。我们看到四位的小提琴跟大提琴真的是光彩夺目，真的真的厉害，非常漂亮，没错没错。而且我有点问题想要问四位啊，其实大家通常都是弹那种古典的小提琴，对对，但为什么会有这个构想想要弹这种电提琴呢？哦，对，哦，拉这种电提琴呢，是怎么接触的？其实我们四个原本都是学古典提琴出身的，哦，对。然后因为我出国这四五年，然后我接触很多国外的团体，我就想着说啊，回台湾要来搞个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就组成了这个团。对，学古典音乐或者是改变了古典音乐的路线，家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反对？对对对，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学古典音乐，就走到这条路上。四个里面其实我家人是最反对的，嗯，对啊，因为我爸一直想要我走就是正规的古典老师路线，正规的古典音乐，就他到现在啊，例如说他会说我给你去 A 嘛，请个 Day 啊，有来有去，有来有来，哇塞，你爸以前是，哇，你完全变成人嘞，对，而且他有出国了，对啊，不然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了，青春黑玫瑰。不过我觉得那种你有跟家里沟通过吗？有沟通很久，是种到现在家人还是现在支持了吗？我刚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有就是想说骗我，就善意的谎言，其实我是要接这个，但是我就会跟我妈说，哎，我今天去拉乐团哦，我今天去拉古典琴哦，结果就对啊。那他怎么发现的呢？怎么发现是我越来越多表演，哦，越来越多，对，欸，他们很厉害，今年我要接40几场，哎呦，这么厉害。我的意思是要现在要提醒我们要看清楚他们，是我们的敌人呐，对不对？但我们很想知道，就是说，哇，有既然有这么多人要找他们表演，那带来表演是什么样的？对不对？哦，是我们非常期待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马上就要欣赏他们的表演。
致，整个心都澎湃起来，视觉、听觉的一个大响应啊！其实，好不好？但是像表演难度很高哎，对，知道吗？因为不管是他们的亮灯啊，他们那个音乐的搭配各方面的，会不会有出错过？哎，常常哎，常常啊。我克服得很好。有最糗的一次是什么状况？有，我也曾经发生过，来了就忽然没有声音了。哎呦，哇！哎呀，突然没有声音了，这样也能继续拉？只有你一只大提琴哎，谁帮你 cover 啊？没有 cover 啊，他就直接跳出来换一把琵琶。不一样啦，我也改乐器。是我的团员中提琴的那位，他就 cover 我的部分，因为音乐比较接近，提琴的音比较低，就往下。是是是，而且各位还有更厉害的哦。你们想说一定就是只有用弓来拉琴，对不对？他们今天可以不用弓来拉，用弹的。天哪！来个唱那两句刚好了，最简单。聪明很哇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梅雨电提琴家庭使出拿手绝活，聪明啊，浪提纲用弹的给你。而且还有更厉害的哦！你们想说一定就是只有用弓来拉琴，对不对？他们今天可以不用弓来拉琴，用弹的。天哪！来个唱那两句刚好了，最简单。唱那两句刚好，好不好？好好好 ，OK， 好来，那个乐家尤克里里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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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洋风啊！四个都是绝对音感。什么是绝对音感？绝对音感就是你一听就知道是什么音。对对，音不准马上听出来。那老师也会啊，新梅姐好像听说也是，对不对？哇，那干脆啦，我们来一段表演好。哎呦，我来唱歌。哎呦，我唱什么歌，他们就要帮我伴奏。哦，然后就让他们听到我下什么歌，他们就跟着我走。哦，直接考验。这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精彩的表演。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。我的心里没有他。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，太棒了！哎呦，美女电提琴家族了，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好，谢谢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，谢谢，谢谢他们，谢谢，来这边请。哦，新兵姐真的很棒，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表演，一定要的啊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让新兵的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有耳目一新的，真的是听觉的一个大享受，是没有享宴。好，那接下来，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来自西藏的喇嘛，西藏啊，吼吼贡啊。全国武术冠军啊！出国比赛奖牌是拿到手软啊！哇，手软！马上来欢迎我们的武术冠军家庭出场！哇，冠的奖牌！那个奖牌没有？哎呦！再跟观众朋友问好一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。武术冠军家庭，我是教练林明伟，是大刀吴明坤，我是长拳黄子扬，我是单刀蔡明哲，我是醉拳蔡振龙。哎呦哎呦，醉拳，听说不止奖牌，还有我们奖杯。对，我们这边还有奖杯，奖杯。来了，我来，今天开始哈，彰化县体育会99年理事长杯国术锦标赛冠军。第11届全国中正杯洪拳国武术锦标赛精神奖，精神奖，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大赛传统武术交流大赛技术风格奖，哦，交流大赛表示他也到了我们的内地去征战过，是说那这个武术的功力我们就不能小看，对不对？哦，现在好好的来介绍一下，没错，我想我们先从这个年纪最小的醉拳，年纪这么轻轻的为什么要学武术呢？就是有一些
动作啊很难啊，就想要挑战看看。哦，想挑战自己。你看这么小，学习心很强哦，厉害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觉得武术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觉得最辛苦的是拉筋。拉筋不是很简单吗？没有，肯定是伸懒腰。拉筋要怎么做？我们拉筋有专业的拉筋的方法，叫做说撕什么术语吗？叫撕腿，撕裂的撕啊，那就是劈腿咯。哎，有点类似，劈腿更难度更高啊！教练，劈腿难度更高。等一下，你要干什么？哭，小时候念剧校不是白念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好像有点紧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好像不在这。小青哥，真的假的？来，小青。阿亮，还没开始啊，小青哥，还没开始，少无聊了你。教练吓到了，你吓到教练。我总感觉是好像体验那个脚底按摩有，还没有开始，你看，来，快点啦，讨厌！他柔软度算哇，好厉害！哎呦，哇！他你没出声音是已经昏倒了是不是？怎么样？这一集我上这一集通告费没有白搭吗？是没办法呀。那个教练哦，我们一般来到我们的节目上，都教练看起来都是面目可憎。对，你们教练看起来人还蛮好的。对啊，他会不会很凶？会。叫来这边，他们直接讲哎，哎呦，没有啦，人家在练功的时候一定要严格一点嘛，对，尤其是武术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我们马上就来看他们带来的表演，好，有南拳、长拳，还有醉拳的表演，哦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哇，拳拳到肉哎，我好像看到李连杰的感觉，好帅哦，哎呦。是长拳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长拳，哎呦，很漂亮哦，这哪像是新生啊？哇，这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哎呦，子阳好棒，太可怕，好帅哦，漂亮，旋风腿吗？哎呦，天哪，最拳，武术奇才。也是一个小小李连杰跑出来了，哎呦，这才是醉拳嘛，哇，哎呦，行醉亦不醉，哇，哎呦，打得真棒啊，打得好，哎呦，你不会痛吗？哎呦，又跌倒了。太棒了，对，既然这样子，我觉得看到刚才的难度有没有，对，我们还是不要体验，不行啊，不要体验了，要动一动，阿庞，你这么久没动了，太久没有动了，对啊，要动一动了，好不好？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看看有什么可以体验，对，好，对不对？鲤鱼打挺，龙哥，鲤鱼打挺，鲤鱼打什么？打什么？打挺，来打挺，哎，什么动作？来，坐一下。什么叫鲤鱼打挺啊？这一招啦，对啦，好强哦！他是一次，绍兴哥你来，
情歌，哇！哎呀，我以为他是长袖，怎么会穿这种七老八十的背心在里面啊？不是，我觉得你穿着好了，第二款就老八了。这是算拼老命啊，超级哥加油，眼镜眼镜小心哦，小心，哎呦趴虎，哎呦这是算拼老命啊，超级哥加油，眼镜眼镜小心哦，小心，哎呦趴虎，哎呦怎么又上来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笑死我了！怎么会翻过？怎么翻过来呢？今年是龙年，一般的鲤鱼打挺，你要起来，对不对？你在起来的过程当中，你只是鲤鱼，我们鲤鱼跃龙门。试一试，试一试，快把他衣服穿上。来来来，刚刚这样看，感觉他看做起来很轻松，真的。其实很难，对不对？这个动作光这样子要学多久？很久。多久？大概多久？大概两三年。三年了，我们算不错的、哎、哦。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全的表演，是那还有另外有两位没表演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们今天没准备好。我也有啦，都来了。他们是另外一项表演，是刀的表演。我会刀哦。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单刀跟关刀的表演。哇，哎呦，好帅哦！哎，差一点看不到他的刀影，好可怕。哇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剑气！哎呦，刀气！哎，小心小心，怕他的刀飞出来。哎呀，关刀！哦，哎呦，关云长！哎呦，我们还是飞过来，飞过来！好可怕！哎，这个刀飞出来还得了？哎呦，有那个气耶 ！Oh my god！爱神，你走去哪里了？出来！好帅哦！哎呦，哇，他也能翻哦！哎呦，哎呦，他的劈腿真是看不出来哎！哇！哎呦，碎碎碎碎碎！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啊！哎呀，掌声鼓励！每个人都身怀绝技。教练，我很好奇，像我们这个比较大只，就是练关刀，是你特地教他学的吗？还是他喜欢关刀？就比如说，难道我们盛荣不能学关刀吗？对啊，盛荣为什么会让他学关刀，让他学单刀？哦，因为两个原因啊。第一，他小时候，就是肉肉嫩嫩的，缺乏锻炼啊。第二点就是他长得个子还蛮高的。目前这属于重兵器，就是他重量最大。他练关刀，那他可能要练柱子。孙悟空的金箍棒，按照体型来分配了，真的是是是是，扶起来真好看，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哎呦，来再来是这个这位，气调好了哈，哎，可以讲话，可以讲话，明哲明哲，而且这把刀单刀单刀练多久？练两年，两年，刚刚那一套这样要练两年呢。你真的为什么不想练？练剑很帅啊，是是是，速度比较快。刀速度比较快，单刀速度比较快。那喜欢速度快，为什么不练飞镖？喂，好，教练这细心的教导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教练说的？来，就谢谢教练，然后把我们教的那么好。哎呀，哎呦，感激，听了就感激，对对对，就等这一刻。教练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？好吧，喂，跟学生说，对。在我眼里，他们就是全世界最棒的学生。掌声鼓励！你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了，我觉得真的真的真的哇！他们今天舞姿表演真的很棒，所以再给他们一次掌声鼓励鼓励，太棒了！今天呢，那两组呢都表演完了，对不对？都表演得非常的棒。没错。紧接着，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美女的这个电提琴呢，也来我们这边来。来，我们也很棒。
今天我们的节目算是刚柔并进，没错没错，对对，非常棒的一段节目。对对，好，紧接着下来呢，我们是不是来这个好礼四选一？好，耶！选一了，没错。还是要跟各位解释一下，我们现在桌面上有四个大小形状不同的盒子，是的，里面装有一张的5000块，是的，还有3张的1000块。哦，哎，最近我们的金元宝非常的火红啊，还有我们的六角盒，哎呦，大家都非常喜欢选这两个，这是今年最新款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的爱心跟我们的月光宝盒乏人问津，哎呦，对，那到底是大奖会奖落谁家呢？祝你好运哦。那我们就请我们的两队呢，美女电梯琴队呢，还有我们的武术冠军家庭队呢，来派各派一位代表，代表出来，派一位代表，来。哦，我们的彭文，彭文，哦，好，两位呢，我们用彩拳的方式来决定啊，谁先选谁候选。好，剪刀石头布，没有，那就由这个我们的彭文，彭文来先选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3号，好，哦，彭文选择了我们的三号爱心，哎呦，哦，好，请回。三号爱心最近呢算很冷门，对，好，这边来。杨洋，杨洋选什么？2号，月光宝盒，月光宝盒，月光宝盒，确定？对啊，来，哎，请回哈。好了，我这里先公布了，好不好？今晚播的波浪杯，哎，哦，抓起错哦。我正常，我如果这样子比白那比白，这个牌应该是哦，应该只是只有1000块了。不要紧张啊。恭喜你！好，各位，我公布这个吗？先接下来我们的六角盒子。你们装到多少钱呢？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慢慢的抽哈，到底是多少钱呢？1000，拜托是1000，就是我们的5000块。客官，5000块钱的大奖竟然已经被开出来，所以代表着这里面各只有1000块。是的，是的。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没有可看性，我要再加码。哎呦，我来换烂塞个魔力来。好，开个会，矿被坑给多钱？好，完了，这一天，好，我们先进去了哈。哎呦，现在阿庞的意思是说，有一个会变2000块，对，有一个原本都是1000块的嘛，他自己自掏腰包1000块。好了。现在啊，二选一了，是你，好不好？我们请两组原班人马呢，先请出来，重新来，前面去，来来，重新彩拳。好，剪刀石头布。杨洋，好，请问一下杨洋，你要哪一个？月光宝盒。坚持哎，漂亮，坚持哦，月光宝盒。电梯琴家族可能就那就没办法选了，是，對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请两位哥过来领取你们的盒子，先不能打开哦，哦，好，杨洋，来，先不能开，先不能开哈，先不能开哈。三，到底2000块会在哪个盒子里面呢？一，请打开，请打开。哎，杨洋，把它拿起来，只有一个。两队的表现的都很棒啦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一点点的奖金呢不成绩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再好好的努力，好不好？都为我们加码啦！对对对，谢谢谢谢大家今天辛苦的付出啊，让我们观众朋友看到这么好看的节目。记得关注阿七，也欢迎收看我们的新兵进行曲。